海上蓬莱，陆上天台，这里是被誉为四名第一山的雪窦山。作为中华弥勒根本道场和弥勒文化的发源地，雪窦山被称为中国佛教五大名山之一。相传北宋仁宗皇帝曾梦此一游，后因南宋理宗皇帝为纪念先帝追书《英梦名山》而得名。九峰之间现古刹，弥勒身降群山巅。千百年来，这里香火不断，高僧辈出。弥勒佛的化身，布袋和尚的传奇，在这悠悠天地间诉说着人世间的苍茫和努力。大度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，笑口常开，笑天下可笑之人。远观千丈岩，飞瀑如雪，旧积成潭，仿佛就如这佛法真理，洗净浮华三千，为世人普度。时至今日，始终有人好奇，宋仁宗的梦到底因何而起？但从那时起，这里便成了许多人的神往之处。